蓝眼泪是从这里到那里，马桶。现在人们在里面看蓝眼泪。这个没有灯，这个没有灯。那就白天晚上看不出来，晚上看正面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真。上是上啊，争取最后胜利。嗯，这个争取最后胜利也做成了。等一下，到下面看一看好了。窑炉下面，经理坐了一组的李东台。这个是现装五的，马桶五的。不晓得，这是现装五的。他这边还没有收尾。因为这边会有网布，燕窝下面再打一点小灯。啊、这边是看沙的，就是整个的布局。哎、啊欸，那个下面还有再摇吗？还有，就要预备在燕窝明天试试看，打一点小灯了，把燕窝重新再布局。太小，太大，太大了，太大，太笨拙哦。他这个没有闪，这蓝眼泪的，这也是蓝眼泪。为什么没有？它是动态。这个灯好像。要遮房。对呀，我们就在这下面。